却能神发表太多真理，是和神话明白真理，心里真亮堂，经历神的审判，认识了自己败坏，我们当实行真理，做神满意的人。我们要做真心顺服神的人，神的话语怎么说我们就怎样行，无论神怎么摆布都毫无怨言，站好手造植物的位置，尽好本顺服。